有毛茸茸的毛杆熊，还有以赛车为主题的熊座，细心又可爱的泰迪熊现正进驻到国安国际休闲特区，18座各具特殊造型的熊熊等着大家来探索。这是有史以来泰迪熊第一次到东港参加展览，并且免费入园，希望提供乡亲走春的最佳景点。这一次呢，最主要是，大鹏湾呢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好好的跟我们的乡亲能够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这次提出了一个免费入园，还找了18座的那个泰迪熊来大鹏湾陪大家过年。泰迪熊才刚摆放设置，就有不少员工及路过乡亲停下打卡拍照。这次的展览由大鹏湾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台湾泰迪熊协会合作，展期将自2月14号至2月28号。除了可以与熊熊大军零距离互动拍照，还可参加集章送好礼活动。来这里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集章的活动。假如你找到了有集满的这个6个章，我们就会送一个泰迪熊的明信片，然后集满了7个章，总共可以集8个章，假如你是7个章，我们就送2张很漂亮的还有赛车熊的那个明信片送给大家。18座各具特色的泰迪熊就分散在园区的各个景点里，民众可以透过找熊的过程游览大鹏湾域的美丽风光。也分散在我们园区里面的各个景点，比如说在水岸，比如说在大飞机，在我们的那个游艇码头的那个堤防上面都有。我们重新定位大鹏湾，重新想要把大鹏湾的这扇窗重新打开。近期大鹏湾努力转型，希望改变以往大众对特区的刻板印象，打造亲民好去处。泰迪熊展新春免费入园，期盼吸引乡亲来走踏，重新认识大鹏湾，看超萌泰迪熊、超跑及赛车展示、特技车甩尾表演等多项活动，还有南台湾最大卡丁车场、搭船游西湖、踏上水上飞机、鸟瞰小琉球等，享受大鹏湾域的观光魅力。屏东市政府厅张志豪采访报道。